阿丸，32岁，在明日堂书店工作10年的资深员工。阿丸啊，这个工作就交予你甲另外三个去处理吼。摕去，这是我的资料，你能当摕去看卖一下。好的。小波，你按照这份书单把书排一下。余土，那你负责组合展示柜。小唐，那你做 POP 介绍卡吧。呀，怎么挡在路中间啊？小波也是，完全没有考虑呈现方式啊，要把书的封面摆出来嘛。啊，真是够了，没有一个能打的啦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如自己来做比较快。等一等，别做傻事啊！你是谁？哦，部署叫不动，老板讲不听，中介主管真很难当哎。你的问题出在说话方式，改变用词，换个说法，对方就会为你动起来。跟月姐辛苦了，辛苦啦。我听说喽，最近你每天都很准时下班，对吧？既然工作这么闲，那也来帮帮我们嘛。哎，我从以前就没有加过班啊。哎，那你上班一定都在摸鱼吧？还是你工作太少了呢？嗯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下个星期三下班，阿王也跟我们去喝一杯吧。那一天你也要准时下班哦。店家我就先预约喽，我也会跟我们部门的人说一声。不，等等。哎呀，你就试试看嘛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哦。星期一，全公司会议。星期二，小组会议。星期三，场地租借会议。这星期还有几个会议，我下订单的工作完全没有进展呢。啊，我受够会议啦！阿婉，这些会议真的都非开不可吗？诶？不必要的会议是可以删减的哦。哎，话说回来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全日本唯一的 MBA 漫画家神户美德士也。